公认最厉害的鳄鱼是谁？就是他妈勾勾鹰。眼色。高地平。高地平。你们不知道那种内幕的好不好？OTTO 鳄鱼单杀神，单杀高地平流浪，你问一下他那个套路谁他妈教他的？你问一下 OTTO 那个套路是谁教他的？闪现点火大红药那套是谁在训练赛里教他的？问一下，问一下。这杰斯就是打法他必炸的，他这打法压不了我刀的，他自己补刀都补不了多少，而且我多兰剑出门，我这么不被他耗血，我等级起来他挡不了。我这波一百怒气，二段一近身，兄弟，二段一用完还是红怒气，这个人傻了。轻松简单加愉快啊，牛奶强啊，牛奶的塞拉斯偷技能的瞬间一出去让他反应不过来，学到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笑死我了，我这鳄鱼。来飞过来，宝贝。操他妈的这个小畜生，不然你杀了呀。哎呀尴尬，五杀不重要好吧，不重要，这把几杀都不重要了，来个十杀都不重要了，我自己的几波操作给我看逗了。我他妈感觉我像个新手，我这几波操作兄弟像个新手的话，冲啊冲啊
怎么被他一拳敲死了呀？那你这个人，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习惯了吧，可能。呀，没土龙，这鳄鱼还要被减一半的伤害，这打龙。妹妹快来呀，妹妹。哎，鸡鸡去扛一下呀，鸡鸡，你他妈的在那划水。啊，不好玩。